只一张车票能到达，为什么不出发？行李箱越久越疲惫，装不下太多话，只问我回家吗？别问我想家吗？答案太复杂。等一下，其实我多想扑进那怀抱，让这一路奔跑有理由跌倒，像孩子哭闹却为此自豪，又虽然唠叨却哄着我的依靠，是我不够好，无法成为骄傲，却在每个失落无助的时候还要向着家方向，嘴硬地说我很好。我心之所向是远方，为什么总是越坚强越希望，如果你在身旁，别问我想家吗？别问我想他吗？等雪花落下再回答。其实我多想小像飞扬的一角，是我不够好，没有成为骄傲，在疲惫的深夜里替你选择谅解，用忙碌拒绝日思夜念的